歡迎大家嚟到香港這一天。過去嗰三個月咧，就每逢週末都有一啲反送中引發嘅一啲示威遊行抗議警民衝突。對上呢個週末咧，亦都唔例外嚇。咁個分別就係、是、即係一就係、是、警隊又好，或者係一啲激進嘅示威者咧，嗰個用嘅武力暴力都升咗級嘅嚇。第二樣一個特別啲嘅因素咧，就係、是、警隊以外咧，仲出咗可以咁講國家隊嚇，或者應該準確啲講咧，就係一啲外國外港嘅一啲人士就出動咗嚇。禮拜六已經見到噶啦，牛頭角淘大花園咁咧就多咗一啲外國人士，咁咧就出嚟支持警隊唱國歌，嗱跟住就有衝突。跟住咧就有啲就同一啲反送中嘅示威者甚至一啲即係當即係個區嘅一啲居民咧發生衝突，咁咧就琴晚就更加都相當明顯啦，去到北角炮台山咁咧都多咗一啲我哋所謂一啲地區嘅愛國人士咧，亦都即係出曬嚟啦，又接凳啊，又棍啊咁樣嚇。衝突之後，咁咧，然後亦都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佢哋係打一啲即係黑山嘅後生仔啊、示威者咁啦嚇。啊，今日嘅中央嘅官方《環球時報》咧就出咗個社評，咁咧就佢又講到話咧，即係而家嘅激進嘅遊行人數咧就少咗，咁咧然後咧就講到話而家咧就係香港嚇，似乎係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就一邊就係、是、繼續呢、這個即係衝突，另一邊會唔會係轉向緊去恢復秩序咧？咁講嚇，咁似乎想講就係掂喎，即係過去一段期間開始見效啦。咁咧就多謝中央啦嚇，即係佢個説法。上我哋個 Facebook， 歡迎上我個 Facebook 先講下而家香港的形勢，大家會不會覺得即係好似還是咁講，係開始轉向咧嚇，轉向即係可能係恢復秩序咧嚇？歡迎上我 Facebook 講下你哋嘅觀察嚇。嗱，還是呢個社評咧就講佢就話一啲激進嘅示威者係少咗嘅，咁但係又唔係好講得到，即係少咗幾，即係其實點樣少法咧嚇？咁然後佢似乎就係想講就係而家個局面咧就係轉向緊，即係從呢個繼續惡化咧就轉去即係恢復秩序。咁咧其實就想講一樣嘢嘅啫，就係話即係首先提到啦中央因素嚇，即係幫手出手咁樣嚇。嗱，但係我哋睇翻個事實咧，就係就算用翻過去呢個週末見到嘅。其實都是過去嗰應該起碼都一兩個禮拜以嚟㗎啦。警方的做法咧就係、是、盡量將一些大規模的遊行集會示威咧就索性不批嚇、啊。對上禮拜六原本民陣申請呢個遊行亦都係咁嚇，都係唔批嘅嚇。唔、啊、批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就你市民即係行上街。警方其實都可以即係告你非法嘅非法集會嚇，咁但係我哋琴日又好，或者對上都有幾次類似嘅情況都係咁樣啦。警方之前講到清楚嚇，呢啲可能係一啲非法集會，但係實際上市民就用自己隻腳行，睇唔到咩組織啦嚇，咁咧就係、是、行街買嘢，咁咧就係跟住同一啲方向咁樣嚇，咁都好清楚啦。即係市民其實就唔驚你拉，實際上亦都冇乜可能拉，冇退縮到嚇。啊，琴日嗰度咧就先後就係、是、首先就喺灣仔，就喺金鐘啦嚇，爆發咗喺呢個政總外邊嘅一啲相當嚴重嘅衝突嚇，咁、然後就喺灣仔嘅一啲地鐵站嘅出入口啊，亦都有一啲燒雜物啊啲咁嘅情況，破壞站咁嘅情況。然後夜晚就喺銅鑼灣然後就喺炮台山嚇、北角就出現咗一啲打鬥嘅情況嚇。
有一啲係甚至有人覺得咧係有啲疑似嚇、社會嘅一啲人嚇、會出動嚇、打記者，打一啲打一啲市民嚇、打一啲市民嚇，亦都有啲人喺 在場嘅咧就質疑喺一啲衝突過程裏邊咧，就警方咧似乎就係冇乜特別處理啊，冇乜特別處理一啲打示威者嘅一啲事件嚇。咁當然啦，警察今日喺警方今日喺佢哋嗰個記者會裏邊咧都有反駁，就話冇啲咁嘅事。咁啊，但係大家自己睇翻啲片睇，就係睇翻啲片去作一啲比較。警隊拉人嗰陣時會係點樣？警隊即係遇到嗰啲即係打人揸住棍白衫藍衫嗰啲會係點樣？作一啲嘅比較嚇。嗱，經過昨日即係一個週末，禮拜六又好，禮拜日又好，過去嗰段期間嘅警民之間、警方同埋示威者之間嗰個仇恨，其實係不斷加深緊嚇。不斷加深嘅情況之下咧，環視嗰個社評咧就係講似乎就想講就係話中央介入咗後之後咧，就連同有中央支持之下咧，就香港特區政府警隊咁咧就依靠住呢個所謂愛國愛港嘅群眾控制個局面嘅能力，得到更加充分嘅體現咁講嚇。咁啊，其實都係想講就係話，即係而家中央出咗手啊，仲有呢啲愛國愛港力量動員咗咧，就令到而家開始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所謂轉向嘅情況嚇。嗱，呢啲愛國即係力量動起嚟就明顯㗎啦。淘大北角炮台山嗰度已經見到嚇。見到好多嘅接棍，好多一啲接凳啊，另外拳頭，咁就都明顯咧就係即係呢啲紅色力量咧就出動，咁又由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警方對呢啲紅色力量似乎又好似係有啲嘅顧忌。官方嘅説法就係話佢拉人都唔係要喺你鏡頭面前拉，之後拉有冇拉，實際上就入去講啦，其實嚇。咁總之嘅俾人個印象咧，一啲當地嘅或者一啲區嘅市民咧，其實都會咁講，就係警方咧只係針對一啲年青人，甚至針對一啲市民，甚至記者，有啲情況咧，記者被打咧都冇理到嚇。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更加之憤怒，覺得更加之係即係警隊咧係唔公正嚇。他們會更加覺得即其實這場仗呢就不輸得，因為輸呢就會輸了香港。林鄭在大概兩個星期前就推出了那個所謂四大行動，包括撤回個草案，但是都已經挺清楚了，即市民是不收貨。他之前在個閉門會議那裡跟著即路透寫出來呢，他都提到一件事，就說現在得翻30,000嘅警隊，就只能夠依賴呢支30,000警員嘅警隊嚇。咁咧就繼續打，繼續即係拉，繼續即係武力去鎮壓。咁但係市民就都好清楚啦，過去呢幾個禮拜繼續上街，繼續去啲商場，去獅子山唱歌連手鏈嚇，年青人連後生啲嗰啲咧，亦都繼續走咗喺最前線嗰度，未見到喺示威者裏邊咧，即係一啲所謂同佢哋割席。嗱，而家一個咁嘅局面之下咧，睇到就係政府同警隊，林鄭同警隊似乎就冇乜計嘅話，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造就咗而家我哋啱啱提到嘅一啲愛國愛港力量咧，其實就出曬嚟介入。用他們的方式，來支持中央去所謂恢復秩序。這樣的局面之下呢，就只會那個撕裂其實是更加之嚴重。市民呢也都會將那個矛頭呢指向
國家啊，近排一啲遊行示威裏邊一啲國家嘅象徵誒、國旗，以至於一啲慶祝誒、國慶七十週年嘅啲橫額，都俾一啲市民、俾一啲示威者掹咗落嚟燒。嗱、跟住兩個禮拜後就係國慶啊，所以未來兩個禮拜，其實我哋一方面會見到。示威者同警方嗰個衝突會持續，而另一方面咧，亦都會繼續見到一啲示威者同一啲外國陣營、外國人士嘅一啲嘅衝突。咁我哋見到一支就係失咗控嘅警隊，再加一批一啲香港裏邊近乎係一種狂熱民族狂熱嘅愛國者，咁咧就而家就係要要完成中央俾佢哋啊止暴制亂嘅一個硬任務，只能係用硬嘅方法，用硬嘅方法咧，就香港局勢其實只會係落去咧就更大嘅混亂，更大嘅一啲混戰嚇。今晚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拜拜。